五。这你是编排好的吗？什么编排好的？我看见你，我就给你唱生日快乐歌。我谢谢你，你七天前就已经唱过了，你忘了吗？你不是说见到我要揪我头发吗？这什么意思？你今天是小公主吗？我本来哪天都是不是公主、啊。没有，昨天不是啊。你们穿睡衣就来了，穿也是啊，穿毛衣就来了，穿睡衣就来了，烦死了！我要抢你的车，不要给他坐。你怎么走了这？哎呦，你太虚伪了！你就只有 camera 在的时候，你在。哎呦喂，你干嘛呀？鼓掌。你明明的。我拿鼓掌。你有纸巾？这一种。没有。怎么回事？你这个人，我说让你对我好一点。没有，啥都没有。看看我自己一个烤肠。你买什么烤肠？买烤肠。给我看看。我啥都没有。你说好。鼓掌是虫子。你是鸡巴吗？树叶，树叶，树叶。